这个系列是五钱系列，每一款呢上面都有五个古钱，当佩戴的人都有钱，弄五级。这款五钱的项链手链上面的古钱都是可以这样滑动的哦，然后旁边呢再搭配两颗黄点心的宝石。这一款手链很特别，是回圈的设计，圈住一整圈，财富不流走。佩戴很简单哦，小编示范给你看。首先呢，我们把手链的长度拉到最长，套进去后调整成适当的松紧，然后就可以勾上喽。这样就完成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